今年还新竹新埔包中移民庙一年100间移民基点。总统蔡英文同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年没特别到移民庙参拜移民爷，祈求移民爷的保佑，展现出对客家文化的重视。今年新增加一例武汉肺炎境外确诊个案，是一例26岁的男病人。今年2月来去日本呢，第九日初三从台湾，入境的时间无针头，中午出现发烧、流鼻水、头脑痛，一路针头过后，进行裁检，今年确诊。秋冬流感季节就快到位，有专家说病毒混合流行，部分医疗人员较难判断。今年政府应该提供提醒人员及时自知，增加防疫物资，避免医疗量呢唔滥用嘅情形。一下都好面对开学季，就面对银行调查显示，一千年太房间唔经济，影响家庭收入。今年会有9000嘅大学生计划被新学期打工，创下近年来嘅新高。泰国安顺今年来开放普吉岛，来做重新迎接国际观光客嘅起点。不过一波嘅出现本土案例，系从去年8月来嘅头一天，故所普吉岛嘅开放计划有可能会暂停。